我这也不啥了不啥了，到就罢了。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？哎呀，哎呦，老天爷，老天爷，注意点啊！这个能说什么？你的汗水。俄罗斯遭逢8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侵袭，欧洲第三长河乌拉尔河近日溃堤，洪水吞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城镇，约11万人被迫撤离，两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克里姆林宫周三4月10日警告，最严重的洪水尚未到来。欧洲第三长河乌拉尔河近日溃堤，沿岸洪水泛滥，所到之处一片汪洋。俄罗斯奥伦堡市2000户房屋被淹，居民表示水位上升非常迅速，他们带着孩子、宠物和一些物品逃离。奥伦堡地区居民 Vyacheslav 上周五下午3:30左右，当宣布疏散时，电力和天然气被切断。我决定不要冒险，搬到临时住处。坦白说，我没想到水位会上升这么高。官员警告，河水已持续3天上涨，而且还会再涨。过去24小时内，乌拉尔河又上升了80公分，达到10.6米，超出安全水位130公分。克里姆林宫周三警告，最严重的洪水还没到来，范围还会扩大。乌拉尔河洪水也威胁到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几个地区，许多水坝和水库已经饱和。当局周四11日开始疏散居民。哈萨克斯坦紧急状态部门表示，有3500多栋房屋被洪水淹没，7000多人撤离。站着，要不打的，站着。看一下，老百姓没法活喽。抢了，看这满地的东西，你看我车上就都卸在地下，这满地都是，你看车给拉走。能听到吗？那个柱子敲起来也是空鼓的声音啊！这边几根柱子全都是悬空的，里面挖出来全都是这种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渣土吗？里面全都是这种渣土啊！而且这个都能通透的。哎，这个它，这个它通透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柱子是悬空的哈。最好你们到现场看一下，全都是，里面不是水泥啊。两个人很严重啊，都不动了，他是从高楼摔下来。哦，还压我在那里啊，快点来啦！快点来了！哦，人命关天呐、啊，叫人快点来了！你们接着快点看。
谢谢。其实呢，从这三四年创业以来啊，我和我们团队的每一位小伙伴都非常认真的每天在努力。我们的同学甚至连自己小孩子的出生都会错过。我们也有小伙伴在短期当中连续四次阳，还坚守在工作的第一线。我们有同学一狠心把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去了寄宿制学校，一周才能匆匆的见一面。看完自己的发布会，我真心觉得自己的员工真的是太惨了，他的职场 PUA 太可怕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的同学甚至连自己的小孩子的出生都会错过，我们也有些小伙伴在短期当中连续四次阳，还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，我们有些同学一狠心把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到了寄宿学校。我说句实话，我听到你说出这句话的这一刻，我真的，我开自己汽车我都感觉于心不忍，我感觉我是在压榨你们的员工。我如果开自己的话，我就会想到那一个把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的那个母亲，她在想什么，我都想那个孩子在哇哇的大叫的说，妈妈我要吃你做的饭。真的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是为了省钱吃一顿饭。对，卫生就我俩了，现在老师，我看你穿金戴银的应该不差钱啊。就是缺钱，别的不缺。现在我一身病也是身体不好，一喝点酒吧就解腻。你是解酒消愁？哎，平时都是喝什么样的酒？就是三块那个，三五的。三块五一斤？哎，三五一斤那个高粱酒，东北的。一般一天就是一顿饭。哦，一天吃一顿饭，还一顿酒。哎，一顿酒。你不饿吗？饿、真没有钱。大叔，你不会骗我的，我看你手上还戴个戒指，那边还戴个手表。怎么不值钱？就是五毛的分给打的，就是快乐开心就想到，是吧？大叔现在一年能收多少钱？3000块钱左右，一个多。那光吃饭喝酒也不够啊？不够。农村人不都知道吧？就是那地，也没有什么本事，看这样式。我就不是啊，哪里户口人？你管我哪户口啊？你阳了，这是你媳妇啊？你这样，没去呀？那怎么还阳了呢？你现在不用过来，说你阳你就阳，不阳也阳。还有你，把嘴闭上啊！现在收拾东西，给我走。怎么还阳了呢？现在收拾东西，给我走，瞅啥？这阳啥阳？你说算了。我说你阳，现在你说算了，不阳也阳。我说了算不算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现在告诉你，政策跟不允许跟我俩走了，要不我就给你带走。听不听？你是选择拘留还是选择隔离？快点来！我居家隔离不得吗？居家隔离不了，快点！现在穿衣服给我走。走一走啊！来来来来，我们从前面大哥去。然后你是45号，你46号，来跟我走吧。给大家看一个花了600万学到的知识，这是我的融创买房的购房合同。我们在第四条抵押情况这里先结合上下文看一下，装修水平是清水，抵押情况是未抵押，租赁情况是未出租，对吧？错，仔细看一下抵押情况这里，下面有6个叉，有一个是小写，是他忘了切换大小写吗？这是高智商的天坑。你看看抵押前面的是小写的叉，对应抵押类型前面也是小写的叉，所以他告诉你的是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抵押房，你就说你的 CPU 烧穿没有。融创就是用这种方式明目张胆的销售抵押房，直到法院查封函贴我们家门上，我才知道这是抵押房。现在我们的房子已经开始被拍卖了，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，净身出户，大家小心。
几号诊室，大家看清楚，你要找的教授在几号房间坐诊了。一会儿进去了以后，就到相应的诊室门口等候啊。等里面的人出来了以后，问一下教授能不能帮您投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教授会把你们手上的就诊卡拿到他的电脑上面去刷一下的啊。刷了卡就是给号你的，给号你以后，请立刻出来啊！刷了卡以后，请立刻出来，到旁边的制作机上。库里头一共更新了230个，就一个省的几个亿，全部是湖北。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新更的230个全是湖北各地市的，几乎湖北的全有。就是湖北全省各地市全部更。一共是230个，这一页是200，第二页还是湖北。除了这底下还有一些福建山西，福建山西，然后顶上再往上走，河南还有一部分，河南是靠近山西的一部分，剩下的就是四川，然后整个就是湖北。这顶上这就全是湖北。鄂州，全是鄂州，湖北，所有的都是湖北。第一是各地都在起，你看这顶上这都是几个安徽的，安徽的，但是他的安徽的好一点是在哪儿呢？你发现没？他是二月份做的，现在才3月25号才爆出来，但是他往底下，大家就能看到，湖北，湖北，湖北，这都是湖北，湖北的我刚才看了，基本上都是在3月初，然后这是福建，福建再看看他是。就你点开以后看它是什么时候报上来的，判断它当地的情况，3月初，它就由此可见，就是说包括再往后，你看福建也开始大面积有，安徽福建，然后第二页上呢，因为它是每页是200个嘛，哨兵医院嘛，都是四川。你要是如果看四川是什么时候开始涌现出来的呢，就说咱翻到最顶上，你看这全是整版，整版都是河南这底下往下走，这全部是山西四川。河南呢是本身都有，山西的也是最新的，四川你会看到2月24号，但是它也是今天报出来的，看到了吗？今天25号嘛，这都是今天报的，今天报的挺多，各地的数据都开始出来了。这首先是疫情是肯定是起了，但是从现在看应该是四川都是报纸到现在基本上有20多天，就是20多天哨兵医院发现的越来越多了。然后武汉这边的基本上都是3月初越来越多了。然后这是今天报的情况。基本上南方是肯定是整个全面起来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